早就放下触角周公。第三堂课黑糖点心已经空空，第四堂课篮球不再受控，第五堂课跟着音乐老师唱咚，第六堂课实验失败难过，第七堂课书包收好准备 go home， boys and girls just want to show。